喜欢。要不要进来我的 vlog？ 这电子可以，电子要轻一点。谢谢。好。喜欢。超爱。扣肉，你要扣肉吗？扣肉，扣肉。现在12点，然后我们放饭了，有便当。今天的主持人是露露，我的爱，她超可爱的。你是在录吗？嗯。哎，怎么不讲话？是录。嗨，各位。Hello。嗨，我是定格。我们在后台，然后看选手们表演啊，超夸张，超夸张，怎么样？哎，连厨师们、老师们都被劈成这样。我有一个问题，我有一个问题。那我在干嘛？他就直接不吃了吧？他在翻桌，哎，怎么办？我现在信心大减，就是我觉得我可以离开了，拜拜。今天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小铃铛。熊出没，我现在真的超热。飞行老师炎亚纶，我觉得他感觉很严厉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，而且我很喜欢露露嘛，然后露露要吃我的菜，我还没准备好给他吃。没事没事，我很爱他哎。好，我们继续看，因为我们在后台会看选手们的 monitor 的画面。嗯，加油啊，加油！我们是下午场，大家应该会第二集才看到我们。跟大家说，现在晚上6点，然后已经放饭了，现在只录到第4组，然后我是第7组，对，所以还有3组，蛮快的哎。我现在在想，我要不要再多做一颗，因为我觉得分时比较好分。哦，怎么办？因为努会跟我讲话，以前没有抓到那个时间点，不知道。我觉得我会做。我现在在装法，然后我觉得快要上场，我现在开始紧张，超紧张。对，我现在有点，就是大家都给我一些不一样的建议，所以我不太知道要怎么办。嗨，各位。我觉得我一定要记录我人生现在此刻，我真的很紧张，就是紧张到全身都在抖。但是我觉得我的紧张不是在于成败，而是我怕我太多有不可抗力的因素，例如说不熟什么的，就是我技术不到的层面。但我真的希望我可以享受舞台，然后要有自信。我觉得有自信很重要，不然你自己都没自信，谁要吃你做的菜？对，然后这是我的食材们。然后我现在只剩一组了，嗯，我现在要准备上场，然后我的食材，大家一定猜不出你的年纪，大家猜猜看，你也不会公布，倒数30秒，所以他的第一炸其实。要再久一点点，然后第二炸的温度要很高，一下去就要上来了。对。那你会觉得他，你会觉得他在挑衅？哦，对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你会觉得他在挑衅吗？是。我真的要30秒啊！要30秒。对对对。我帮你数。好。不用不用，老师不用麻烦。他一直气死我了！你在讲对立。我刚不是说现场收音吗？按炸弹，因为。我第一次吃到的时候很惊艳，但是我把里面的水煮蛋换成咸蛋黄，我要做个中西结合。请问一下，爱讲三个猪肉的料理，你的选择是谁？我选择。嗨，各位，现在已经快要2点了，我意外的精神很好，我觉得我可能很亢奋，就是必须让自己精神要很好，这样。对，然后现在已经最后一组了，就快要败部复活了。
在我身后呢，还有17位暂时在待定区的选手厨师们。那我们今天要选出22位晋级，也就是说呢，在17位当中，我们要再选出9位回到位子上，补满22位的席位。选手里面最年轻的，我觉得是非常有技术跟就是创意，20号选手。我要选择的是熊一喜，来来，一喜，你敲开来就是你要选择的菜系。天啊，这竟然是鸡蛋呢！川菜 ，Oh my god！ 好的，辣妹子做川菜。如果你想要追求某种让人家印象深刻，你非吃我不可，而且你会记得我，你会再回来找我的话，我觉得一心有做到这件事。嗯。各位终于收工了，现在已经3:25，我精神超好。好，哇，我已经从早上7点到现在了，3点了，拜拜。OK everybody， 我现在非常亢奋，跟大家说现在，现在几点呢？现在3:43。3:43，我就是这个精神状况。我没喝咖啡，也没喝蛮牛，什么都没喝，因为我喝珍珠奶茶就会睡不着。然后大家应该看了节目就会觉得一个剧情大翻转，没有错，我就是以为再也不用做菜，有点小失望，但是也算松一口气。OK， 然后就突然就晋级，好，做好了。过没多久，第一个又被叫上去，而且我很知道那个女生会叫我，因为她一直看我，所以呢，我就是要再做一次哦。OK， 川菜，身为麻辣大肠的我，绝对不会做麻辣大肠，因为根本就砸自己的招牌，当然不会做啦。所以我现在就是要赶快回家休息，拜拜。起来，你知道身为一个创作者有多辛苦吗？你知道上字幕有多累吗？我知道。你到底怎么上过？对，所以你们怎么可以不忍心按个赞，开启小铃铛呢？赞。